看见他钉痕的手，我看见他血为我流，背着十架步履满山像哥哥。从五镇到深处，遍地都黑暗了，约在深处，耶稣大声喊着说：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站在那里的人，有的听见就说：这个人呼叫以利亚呢。内中有一个人赶紧跑去，拿海蓉蘸满了醋，绑在苇子上，送给他喝。其余的人说：且等着，看以利亚来救他不来。耶稣又大声喊叫，气就断了。忽然，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地也震动，磐石也崩裂，坟墓也开了，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。到耶稣复活以后，他们从坟墓里出来，进了圣城，向许多人显现。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，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，就极其害怕，说：这真是神的儿子了。